洛克威亚，花灯好了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最后一道步骤就是灯笼的灯不知道要丢插在哪里，那就要看这个说明了。这样，在这边你看一下了，不要动，靠过来一点，我念给你听。来，灯具放置图示，来你看这里哈，你不看这里哦。彩灯效果，你们个插灯呢？没在插灯呢，你是插进去而已，插进去让它卡在那边了呢。不亮哦，会亮啦，唔知啦用啦。好来，今天有问题要问老师。这只可爱的小白狗，非常的乖，乖到不敢出门，叫做胆小鬼。我看我家狗，非常的野，野到不想进来。还有两个姐妹感情那么好，小白这只流浪狗，失踪狗，它的主人一定很疼它，非常的干净、纯白、洁净。嗨，来，哎呀，爸家，乖乖乖乖，谁家？这只叫阿忠，外口一只叫阿狗，最好的看门狗。好了吗？灯没亮啊！哎，落口边啊！哎，水水水水水水水嘞！热河马落口碑啊，对，就是灯具不会啦，拿完了弄，来让你做另外一只啦，你自己做啦，拜托你啦，拜托你啦，分工合作啦，你安尼较紧啦，唔但是紧唔紧，但是咧分工合作，你家己唔做，你自己分工，家己唔爱做。